脱骨侠酸辣无骨鸡爪，我这个是蒜香的哦。他们家有好几个口味，如果你很能吃辣的话，可以拍那个川香红油的，那个是带红油又带酸辣。这个是1000克的，他们家的特点就是那种大鸡爪，一分为二的，就是同等价格的鸡爪里面，他们家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我拍的是中辣哦，29.9块一斤，49.9块两斤，49.9块的更划算。蒜香的话，它的蒜味会重一些，然后是酸甜辣。固体物也是大于等于60%，配料表：鸡爪、饮用水、食醋、剁椒、蒜香味调味料、辣椒酱、大蒜、辣椒油、芝麻油，也是没有任何添加防腐的哦。没有腥味，他们家的口味做的也很好吃。你再配个黄瓜、香菜，吃起来更清爽。Q 弹，都是这种大个的，这个酸度还是很高的哦。想要价格划算、性价比高的，选他们家。